嗨，书香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棒球健谈时间。那今天这集的话是8月14号的这个开机公告介绍，奖励的部分大家就自己看了。本周的话主要是更新这个大家期待很久的明星赛卡片啊，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做一集来介绍。然后7月的 Top 卡我们也会再做一集。那这边有写到乐天的这个配置是不太一样的，我们简单，对，就简单就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卡片的部分。因为有一个地方我要来讲一下啦，大家可以先讨论啊，在我的分析影片出来之前。好，其实我觉得不管哪一队啦，那个卡片这波我自己这样看啊，相对啦，先相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还有两个点，那个曾子佑跟邱志成这两张发生什么事啦，低过我的预期蛮多的，那个我们到时候再详细的讨论啊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来留言。好，然后8月主题活动我们也会再做一集啊。试炼之路的部分的话，我尽快啊，我想说看可不可以今天凌晨就把它加班赶上去，因为这个东西有时效性啊，所以尽量赶啊，能上去就上去啊，不行的话就等我一下啦。然后这边这个都到时候讲 ，BP 也是到时候讲。好，广告的话又再换回来了，这个150转的变成没有超中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会再爆量啦。等一下啊，我这边先讲一下好了。那个手上有超中的啊，注意一下哦。这波的 BP 有一堆的超中啊。啊，那个这个我觉得不错啦，这个改的还蛮不错，这到时候我们再来详讲。我只要来让大家看一下而已。这波的礼包超级超级多啊，这个可以换七包吧。然后这个，我有点忘记可不可以重叠了，那个我们到时候再来讲啦。反正这波的超中超多，都要爆开来，大家自己注意啊。第三波的下杀又来啦，这波反弹啊，弹不起来的、啊，要破底啦。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先卖超中啦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礼包啊，有兴趣再问我啊，礼包我最近都不太看了。这边都没什么太大的东西，好，4-1、4-1、4-1预期之内，这个不意外。啊，周末活动的话有 VIP 一钻石有200，还有3亿的金币，这个都蛮不错的。登录奖励不用看了，这个都没什么用。经典卡送到烂的时候就会暴跌。最近很奇怪，也没有什么活动需要用到 Pass 券，就送一堆而已。那个我好几万张我都不想用，好，就没东西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那节目这部节目结束了，我准备要去赶这个试验之路了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